具俊晔神取代 S 后，不管是为了老婆来台隔离，还是在身上留下彼此爱的印记，都让人觉得超级浪漫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就是两人至今都还没有晒过同框闪照，让大家有点失望。不过目前人在纽约的具姐夫，最近有一个举动，也算是小小满足大家了。18日凌晨，他在 IG 更新动态，抛出自己超级有型的自拍，拿着饮料的欧巴写下：“这是胶原蛋白抹茶，希元娜，我会变得更年轻回去的。”似乎是在预告想快点回到老婆身边。虽然曝光的不是两人合照，但光是一句希元娜就让粉丝陷入疯狂。而这篇限动也在韩国掀起讨论，大家都说我听到他喊了老婆名字，希元娜真甜蜜，真的是好棒的一对。虽然不是什么特别的照片，但就觉得看起来好幸福。希望距离两位po合照的那天不会让大家等太久哦。